这张《自梦者眼》美乃滋盖的恐怖解谜图 ，OK， 让我看。他说呢，本图含许多的惊悚刺激、密集画面、声光效果，不是立刻退出。OK， 开始。我是一只小兔子吗？还是我是追着这只兔子的野狼？不要追了，不要再追了。他是叫我不要追他吗？诶，好可爱哦。那眼睛好干的感觉啊！他的小兔子也盖太可爱吧？这是什么？嗯，我是兔子哦。哦，我是兔子。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哦，你常常做噩梦吗？是否影响到你的生活呢？专业老师帮你解决，立刻拨打来电251936。好，他说前面有个电话铃哦，哪边？哦，这里吗？哦 ，OK， 这路是可以走的吧？下到这里，OK， 可以。哇塞，林老师被吓到了，然后这有点恐怖，完了有很多。哎，刚刚那数字多少？有人记得他的那个电话号码吗？叫什么？251936。啊，你好棒，936，拨打，哎，成功了，好强哦！哦哦，真的？哎，没事，这个我没被吓到，怎么了？救救你！没问题，我先带你去找眼科医生。我看一下，点按字可以继续对话。梦境，一种在睡眠中出现的哦，附带事件。OK， 嗯哼，他介绍梦境是什么吗？我叫威廉·霍尔德，是一名释梦者，好酷！我的工作是进入客户的梦境，帮他们解决内心的困扰或是寻找答案，对抗噩梦与恐惧。那么先来确认一下今天的工作吧，看日历。OK， 我们要去看日历，在这边。哦，哎，他这个音效做得很好嘞。看日历怎么看啊？先踩椅子上去是不是？对。哇、哦，好可爱哦！这个霍尔德医生好可爱、哦。整理书柜，打开秘密书柜，接待客人。好，所以我们先去整理书柜。整理书柜是这个吗 ？OK， 这样子放进来吗？对，这边不是书柜，还是这样就做好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这边好多书哦，我知道是这边很多书啦。哎、欸，这个有，再来。那什么时候兔子变猫？啊、对啊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我们刚刚打电话给这个医生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就变成这个释梦者，还是刚刚那个其实是一个梦，会不会？还没弄完，我找一下，还有吗？哇，这个书真的是很多哎、欸！哇，这个兔子，这兔子比我还大呢。有找到了，整理书籍完成。再来，他是说什么？打开秘密书柜，是秘密书柜，好像有点困难，是不是要放什么东西啊？我先看下一个，接待客人，所以要照顺序嘛。打开秘密书柜，哎、欸，那、哦、我就可以拿这个玩具，好酷啊！哦，该不会是你打开这个吗？不能打开玻璃柜哦，好吧？还是这边有什么钥匙吗？哎、欸，有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哦，还真的有东西哦，捡到一个不知道什么鬼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，刚刚没看到，粉粉的。可是这里你看，这边感觉是要放车子啊！我就说，我觉得这边好像要放车子的感觉，感觉要找到对应的东西才能打开。嗯，我们把这个椅子推过去。现在应该不会有那种很恐怖的吧？觉得有了，哇！我真的太鬼了。我就看刚看那个车子的形状，跟这个是一样的。哎、欸，可是这边我要怎么上去？丢，有了。然后我是还要找这个，还要找这个姜饼人哦。姜饼人，姜饼人在哪？哎，是不是要把兔子放过去啊？我感觉他感觉有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是这只兔子吗？哈哈，还是是另外一只兔子？好像是不一样的颜色，应该是另外一只兔子。这个吧，应该是这个粉兔，我觉得。然后，对不对？隐藏书柜开启，哇，太鬼太鬼了，解谜达人。然后隐藏书柜在哪里？他要走过来吗？哎，在这边。有，这总没有可以吓我的东西了吧？委托人的照片，果然，你看这个是刚刚那个人他的梦。客人已经到了，到门口接待客人了。哇，哦，我还可以换装是不是？我还可以变黑猫，怎么那么好笑？然后戴个帽子，哇，盖得超好的耶！拜拜。你这个门，耶，你这个门，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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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客人在哪里？这里。怎么样？好 ，OK， 是你把客人接到房间内的床上吧？哎、欸，他会跟着我走吗？
哦，好可爱哦。所以我现在要进入他的梦境了，是不是？房间内的床上在哪里啊？哪里有床啊？哎，客人走不进，他被门挡住了是不是？哎，进来，进来。OK， 房间内的床，刚里面有床吗？可是这个是密室哎、欸，哦，这个呀，这个应该是床。我看到这边是床吗？哦，有，对，这边是床。好，我先把它接进来。有了，我开始催眠委托人。看来这里就是委托人的梦境了，继续往前走。完了，这一定很恐怖，我感觉会有很多很恐怖的东西。OK， 准备被吓。嗯，委托人的梦看起来还不错啊。哦，是什么啦？哎，真是毛毛的哎！委托人怎么做那么奇怪的梦啊？是他真的梦到那个红眼睛啊？哎，这个音效好恐怖、哦。我觉得我比较惨，我梦到我跟阿威更白后。那也是，你这个是美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拿不到，先去附近找找钥匙吧。哎呀，这个兔子每一只都是单眼兔，找到了钥匙。他会不会突然攻击我啊？他为什么怎么拿？这样子 ，OK？ 你、欸、那边有个奇怪的紫光、欸，哎，好恐怖、喔！哎、欸，这个不是钥匙吗？不是你吗？哦，有了，成功！这个什么？哈？看不懂？啊？哦？哎、欸，下面有个按钮，应该是等一下才会用的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有一只兔子是闭眼的。啊？哦，好酷哦、喔！修好两台坏掉的电视，嗯，这个有个爱心哎、欸，这是重点吗？两台坏掉的电视是你哦、喔，你是坏掉的吗？还是你？可是我要怎么？呜、哦，我觉得是它的音效很恐怖，这怎么用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是不是要沿着它的线路去研究一下？哎、欸，是这样子吗？还是我要怎么修？哦，触碰电视前方爱心 ，OK， 不、哦，有了，什么意思？他说如果卡 bug 的话，哦，所以我现在是卡 bug 了吗？哇，有些好像有点卡 bug， 他还知道会卡 bug， 怎么那么好笑？好可惜哦，我这边不能弄到，好吧，那就等他。哇、哦，我这边过不了了。哎，有了，我跑出来了。哦，好，然后这边应该是这里，好多眼睛哦，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这里怎么反而？就是要去找一个方块把它放进去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好，不然它等我会有一个洞。哎、欸，还是要碰那个蓝色爱心啊，因为这边有个奇怪。也有可能。对啊，可是我碰不到啊。哎、欸、哎，在、欸、哪、欸？哎，超酷哎、欸！丢进去，丢进去。这是缺爱的电视。应该去后面。缺爱的电视。好，应该是去后面，放在那个框框，感觉。哦，真的是这样。什么什么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巨大兔子要追你了吗？怎么了？干嘛？啊！通关了，好快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、欸，那我也太强了吧？哇！他只是为了要修复缺爱的兔子。对啊 ，OK， 感谢游玩，好，过关。最后感谢支持影片于真的70元，大家其实也很常打错字，我都要猜一下你们在讲什么。还有谢谢 Michael 的10块港币，谢谢你第一次 donate， 没问题，这个赛季已经上凤凰了。再来是小梦瑶的10块港币，乐咖最近好像去当兵了吧？也谢谢柠檬的30元，最近开学后很严格哦。接着是小心眼的15块港币，谢谢你一拿回手机就记得给我 donate 啦。最后感谢黄豆的2笔 donate， 如果真的登不了的话，看你要不要再重办一个账号看看。也非常感谢我们频道会员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。